经被有前医有吐有下，凡是病人到你手上吐得很凶或者下痢得很严重，张仲景都会放人参进去。好，人参进去就是补虚嘛，好，那个把肠胃经也补一下，滋补一下。好，好，那这个处方呢，好，就把石膏拿掉了，好，用芒硝去攻石，好，同时呢，茯苓呢，好，来排水排掉。茯苓本身这个药很好玩，你除了利水以外，本身茯苓呢，好，这个色白入肺，好，有滋补的功能在里面，好，所以茯苓是很好使用的一种，好，我们常常在用的一种药。好，这个滋饮，好，心下有滋饮，也是在心的这个心下，就是讲胃的地方，好，心口的下方，这个是我们膻中穴心下这一块地方，好，如果有滋饮的时候，病人的症状就是昏眩的很厉害，晕眩的很厉害，好，那诸位前面学过啦，老师啊，这个我们晕眩的时候，五苓散、苓桂速甘汤。还有真武汤，对不对？啊，都会晕眩。还有前面讲过了，那个中风的病人呢，啊，有速复汤，用白术、附子、生姜、甘草、大枣去治疗极度的晕眩。啊，病人是中风，极度的昏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到这个处方。那有很多处方了，老师这里又跑出来一个，这个苦冒险的泽泻啊，泽泻汤，因为重用泽泻。啊，这个汤方呢，两味药。泽泻跟白术两味药啊、哦，这个滋饮呢会这样子用，是这个来自脾，好、哦，脾有积水，好、哦、是来自脾脏，所以病人这个滋饮呢一定会告诉你，我左肋啊，这个临床的经验的左肋痛，左脾在左边呢，肝在右边，左肋痛，我们。临床上为什么我会想到这样子？因为你看这个处方就知道嘛，这是根本就是为了脾脏去设计的，因为白术本身就入脾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用白术的时候，我们用土用黄土去炒过白术，就是希望入脾土嘛。好、哦，白术跟泽泻看就知道是入脾脏。那他病人临床上看的时候，就是左肋痛就可以跟苓桂煮甘汤、跟五苓散、好、哦、跟真武汤做个区分，好、哦。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泽泻汤好五钱白芍白那个白术两钱，你如果同样的处方加上白芍加上一两的时候，再加上茯苓啊啊五钱，好，这个白术两钱五钱啊，加上厚朴呢能够入脾脏，能够宽肠啊，光是泽泻汤这两味药再加上这三味药，脾脏肿大就够了，不需要别的处方，病人一吃下去就开始小便，肚子开始消，好、哦，肚子开始消，所以好，脾脏肿大的时候，病人呢也是没有办法站起来，头会昏眩，最主要的特征呢，左边肋骨痛，好、哦，也是一样，肚子心下脾啊，也是有滋养啊，也是有昏眩，看起来都很像，实际上它是左肋痛，好、哦，那不治疗它的时候，到时候脾脏整个跑到整个腹部都是脾脏啊。这个腹部脾脏会肿得很大，垂下来垂到那个腹股沟的地方啊、哦。那这个症状呢，好、哦、这个冒眩还有加上眼前会发黑。好、哦、眼前发黑。如果病人没有滋饮，蹲在那里一站起来眼睛就发黑，这是贫血啊。好、哦、那这种呢，心下有滋饮的时候，昏眩的时候，眼睛有发黑，哦，严重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来自脾脏里面积水啊、哦，这是泽泻汤。好，第195条，哦，啊不，这边在后面啊、哦，对，滋饮胸满者，厚朴大黄汤，啊、哦，老师一看。老师厚朴只是大黄，又老师不是小承气汤吗？又来了，好，小承气汤又来一次，好。像
这个里调变的滋阴胸满呢，为什么会用后叫做它称作后补大黄汤？好，因为这个滋阴呢是由小肠去，是因为小肠下焦不通，下焦便秘堵到了造成滋阴的。好，所以才会用到后补，重用的后补。好，后补呢，这个药呢，好，降逆气，降逆气。临床上看的时候，大家不要担心。为什么不要担心？因为病人来的时候告诉你，啊，我这个胸肋这边很胀满，你先脑海里面不要去设定有没有什么滋阴。我们在看病人的时候，哈，跟读书的时候不一样。你在看病的时候，病人进来的时候，你先脑海里面先不要想病人是长什么样子，什么病，你先脑袋里面要空空的嘛，好，不能两片树叶在前面。所以我在看病人的时候，脑袋肚子心里面什么都不想，先坐下来先听他怎么讲。好，所以比如说他听到告诉你啊，这个我这个胸的这边很胀满，很难过，然后你就问他你睡觉如何？我们有问大小便啊，对不对？你哪有当医生你不问病人大小便如何？好，胃口如何？他告诉你便秘了。哦，排气的很严重。这个我们所谓降逆气有两个气，第一个是排气放屁，还有一个气往上升，哦，就是常常隔气，都是属于排气，都是有重用后补。所以一个人肚子很大，放屁一直在放屁，气很多，就是后补，好，要重用。这个后补重用的原因就在这个，因为它气很盛。好，所以这种滋阴呢，用不到排水的药，好，利用好小承气汤啊，后补重用。大便通出来，这个胸胁苦满，好，心下痞的现象就没有了。好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调变在这个地方。好，这里呢，又回到平地大枣泻肺汤，跟前面痰饮咳嗽互相呼应的哈，我们的肺痈。好，当我们有滋阴的时候，病人没有办法呼吸。肾和气没有办法躺下去，这里会用到平地大枣泻肺汤。诸位在我们练肺痈的时候知道，平地子呢是苦药，是苦味的药，寒，所以肺里面一定是有热，肾非常的燥热，热非常的盛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到平地大枣泻肺汤。好。在肺痈，这个热盛就是日久，好，病久了，哦，那失智，一直没有碰到好医生，没有用对药，没有治好，好，慢慢嘛会肺化脓了，一样看起来呢也是滋阴，滋阴就是啊胸胁苦满在这一带非常的痛，好，滋阴，好，在肋筋的这个地方痛，没有办法喘息。这几个条件下来，就是跟诸位讲，同样是胸热痛，它的原因很多，你要分辨得出来。什么时候用后补大黄汤，什么时候用平地大枣泻肺汤，好，什么时候用木防己汤，好，其实很简单。好，临症的时候，你们跟我临床一段时间，什么都会看到。我们那里很好玩，什么病人都跑来，好，然后常常是我才刚刚讲完这个，跟大家讲完这个案例，我们会用什么处方，然后现在新病人来，我们进去看，一进来他就讲治这个病，常常会这样子，好。所以医有医源啊，很特殊，很奇怪。好，那这个在接下来呢，这个诸位看着，因为平地大枣泻肺汤我们前面有介绍过，所以我们就不讲方子怎么用了哈。呕加，你一个呕吐的人，什么叫做呕加？就是比如说孕妇，她从怀孕开始就不断的啊呕，恶心呕吐，也是呕加。还有的人呢，就是一常年胃不好，一直在呕吐，好，呕吐就是呕加。呕加的人呢，因为你吐了很多，津液伤到，本来就该渴嘛，好，这是个 common sense。所以说，呕吐的人呢，本来就是口渴，现在渴者呢是郁结。你只要正常的发展哈，就是比如说我吐得很厉害，那可能呢是我昨天晚上喝酒喝得很凶，喝酒喝穿了，结果呢大吐嘛，吐完以后当时人就昏睡过去了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大渴，我非要赶快喝水，这种都是自己会好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子想就好了哈。
那现在有个人呢吐完了居然不渴，对吧？有问题在里面。好，心下有滋饮造成的。所以你如果是呕吐的人吐完没有渴的话，代表这个人有滋饮在里面。好，所以你要查查看你有没有滋饮，你先把喝酒喝多一点，然后吐完了看啊，我早上口渴，代表没有滋饮，没有口渴有滋饮。好，小半夏汤。小半夏汤呢就是半夏跟生姜。好，很浅的一个处方。好，小半夏汤就是这个恶心嘛。恶心，好，恶心。那这种汤剂呢，只要病人有嘴腻，因为小半夏汤就是半夏跟生姜两味药而已。好，那你我们临床真的在用的时候，好，张仲景呢，因为生姜本来就是解半夏的毒嘛，所以他就放生半夏下去，生半夏。然后你用姜半夏，本来就是半夏和生姜再煮在一起，你那个半夏再用姜半夏，你不多此一举，对不对？直接生半夏，生半夏去恶心去呕吐，利水的力量很强，好，一剂下去就中了。好，那你配合生姜在里面煮，病人吃下去不会喉咙没有声音了，好，没有声音。所以生姜呢可以利把胃里面的停水去掉，生半夏可以把胸膈之间的好水把它排掉。好，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处方。好，这是最轻的一剂止呕的方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咀嚼利黄丸。这是一个我常常使用的处方。好，这个病人来，我便秘，我心里想你便秘哦，那哪那么简单的，我要看看你哪种便秘，对不对？看看你是大柴胡、小柴胡、小承气、大承结诸如此类，对不对？或者是麻，或者是大黄附子细辛汤。结果病人呢讲大便不出来，有没有排气？有啊，有排气啊。啊，哪里痛啊？这样子就是好，堵在这个地方哦，这里痛，或者是病人不知道这里痛，有的时候病人不知道这里痛。好，那又有排气，看起来像小承气，痛的部位呢你在大肠的位置。好，肠间有水气，我平常怎么看这个症状？叫病人躺下来，压压肚子，一压咕噜咕噜很多水声，肠子的中间的确很多水。咀嚼利黄汤，这个病怎么来的？我告诉你怎么来的，啊，很好玩。原来这个人就有便秘，便秘呢，就是好大便都堵在这里，啊，本来是大承气汤症或者是大柴胡汤症，结果呢受到惊吓，比如说。他儿子喜欢吓他妈妈，就他妈妈有便秘，对不对？回家的时候儿子走了门会一叫，这妈妈一吓，这个干燥的大便噗顶到这个地方来。当为什么顶到这里会？因为这个地方正好就在肝脏的下方，肝脏下方跟大肠呢有一个血管是连到，结果他正好顶在这个地方。顶到这个地方以后呢，产生一个很特殊的现象，让水跟好，潮薄呢，好，分开来，好，分开，水跟潮薄会分开来，这个水就会渗到大肠的外面来，好，那要把这个大便清掉，咀嚼利黄丸是唯一处方，你用大柴胡、大黄附子细辛汤、什么大承气汤、大黄牡丹皮汤，一点什么都没有用。非要咀嚼利黄汤才能去掉。好，这个病由经发来的。然后呢我在摸病人的时候，每次摸到这个地方右侧的天枢一压下去，哦，好痛哦。病人我甚至一摸下去我可以摸到硬块，大便的硬块。好，你当然隔着皮肤摸，那伸到肠子里面去，手那么厉害，你又不是神仙，我们隔着皮肤摸压下去很痛，然后听到肚子里面的肠鸣声很重。这个咀嚼利黄汤的时候，吃的时候呢做成丸剂，好，咳者加芒硝半两，口中有津液咳者，好，就是平常我们不是说光吞把那丸剂做完吞下去就好了，而是
把半钱的芒硝掉了水，放到水里面先化掉，用芒硝汤来把几条硫磺丸吞下去。因为芒硝要把这个石头，把这个像石头一样硬的大便给打散掉。去芒硝是去石。好、哦、必须要有芒硝。好、哦。那这个几焦硫磺汤呢，用防己焦木就是蜀焦，庭立大黄。你看这个方子讲很特殊，你就知道设计这个方子的对药性了不了解，非常了解。这种如果拼凑在一起，就四味药，短短的四味药，经典之药。焦木呢是辛辣的，味的辛辣的。哦，你拿那个蜀椒拿起来吃吃看嘛，啊，辛又辣，辛辣的药入肺跟大肠，入肺好、哦。防己呢能够排水，三焦的水，因为它肠子那个你堵在这个地方以后。水跟潮薄到了这里以后，水会出来，大便就堵到，同样是便秘啊，但是这个水就跑到肠子外面去了，啊，没有办法待在肠子里面，因为这个地方塞到，啊，那这个要靠肠子之间的水，要靠在就是在三焦系统里面，我们要用防己把它清出来，好、啊，焦木呢，因为它能熏香发散，好、啊、在肺上面，它把肺气呢打开来。好，然后肺气往下降，同时焦木呢又是蜀焦，又是驱虫的药，又是驱虫的药，它能够到肠子里面，把里面肠子累积到，因为你便秘很久了哈，里面搞不好有虫啊或什么东西，它能够消炎解毒嘛，能够驱虫，也是用焦木，就是蜀焦。好，那庭立子，好，庭立子这个药呢，它滴水的力量很强，祛痰的力量很强。为什么它这里要选庭立子？因为它是苦寒。苦寒，这个大便堵在这里太久了，堵在这里太久了，光是靠大黄芒硝还不够，靠庭立，因为庭立可以把水泄出来。好、哦，大肠这个大肠和肺是表里，所以它会放庭立，所以这四味药，庭立子能够把水清出来，大黄能够把石推出来，焦木能够驱虫，能够消炎解毒，里面你堵在里面太久了，防己能够把肠间的水排掉。它是一味不多，一味不少，就是怕大黄推不动那个硬块，加芒硝下去把它打散掉。好，这个吃药吃下去以后呢，哇，大便出来好爽，那个病人会回来说，哎，我这辈子从来没大便那么爽过哈。那排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大便像 potato chips 一样，一片片的排出来，然后水也排出来，从此肚子就好了。然后很多太太小姐们不喜欢少妇，就是肚子比较大，哎，吃完肚子都平掉了。好、哦，就穿着比基尼去了。好、哦，所以他们也说，哎，那我现在很好的，给我多一点，下次肚子大了再吃。谁给你这种，给你不能给你乱吃的哈、哦。好，然后那个人很天真，病人很天真嘛，啊，这个很好啊，对啊，我就常常替中国人好要这个发扬国威，就是。然后我跟病人说，你看这个药一剂就中，我说中医好不好？中医真好，对不对？我还告诉你一件事，1800年以前就存在这个药了，到现在方子都不用改，还是对症。你就知道你们西医多烂。好，我顺便就打打中医的广告。好，我没事，你们以后跟我临床就知道，没事就会宣扬一下中医。好，这样子。我骂只是我们私底下关了门骂，对老外的时候我都说中医很好。好。那这个一定要做丸剂。要做丸剂。好，要做丸剂。那粉汤剂呢，到汤剂的时候你吃下去齁，汤走掉了。汤子荡眼嘛，走掉了，就大便还是堵在那边啊，这吸到那里很强啊，好、哦、吸在那边，好、哦，所以说一定要用丸剂才能攻得出来。接下来呢，好、哦，这个小半夏汤加茯苓，半夏跟生姜就是小半夏，再加一味药茯苓。这个药是什么时候用？就是用这个用在这个症状，平常都好好的，突然之间就呕吐的很严重，好、哦，熏下痞，胃里面胃脘很不舒服，好、哦，那隔这个是为什么？因为隔间有水，这种隔间有水旋即呢都是水喝太快，啊、哦，因为这种是偶发一次，你一去就好了，不是平常就有的。那我们有时候常常运动完流大汗，口很渴，那喝水就躺就这样好仰在那边就灌下去。还有的人呢，很太懒了，就躺在沙发上喝水，因为喝水就是喝水嘛，你坐到为什么躺到？有的人就躺到，就水隔到，好吐出来，
这才已经隔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那就要用好小半夏加茯苓把这个水排掉。所以不单单是读书，好，平常喝水要姿势要坐正，好，要不要躺着喝，好。那小朋友呢？小孩子会遇到，你发现这个小朋友奇怪，怎么老是吐奶啊？以前都不吐，现在吐奶了，好，偶尔吐发一次的，就是小半夏加茯苓汤，啊，小半夏加茯苓。如果是常常每天在吐的，好，那就这个药不够了，你要用五苓散。所以五苓散很好用在小儿科，好，也吐好。这个还有这个那个小朋友水肿，小孩子水肿，还有呢那个精液很多。如果那个他你那个病人到了小 baby 来，哦，那个医生啊，我这个小 baby 啊，这个口水很多，每次都要换那个围兜啊，一天要换那个十几张，这口水不断出来，也是五苓散症啊，所以水太多了哈，也是五苓散症啊，所以五苓散非常的好用。好，当然好像你看下面就来了哈，就五苓散症。好，像这个兽人，脐下有动悸，肚脐下有动悸，吐炎沫，啊，口水很多，而有癫痫、头昏啊，很严重的啊，这个头昏啊，而且讲到癫的话，就有一点啊昏迷的现象，啊，人会躺下去，这个是水液，这种都是水症，啊，水症他现在吐炎沫了，就告诉你是水。瘦的人呢，肚脐以下就是我前面就介绍过，就是。这个是茯苓，对不对？是有水在下面哈。肚脐以上的动悸呢是桂枝，那如果肚脐后面呢，刚好在肚脐就是上下的中间，在肚脐上面动悸呢，就是桂枝、茯苓同时加进去了。好，五苓散呢，诸位看，猪苓、茯苓、泽泻，好，这个白术、桂枝，那这个汤方好是标准的经方用了。哦，温阳利水的一个处方啊，温阳。像我桂枝用的很多啊，桂枝用很多，桂枝实在是很好一个药。那你这个是属于行阳的药啊，你看里面就看不到这个白术，什么不是？抱歉啊，看不到白芍，因为它是阳药啊。因为水会累积在身体里面呢，是阳不足啊，阳不足的时候，你不用开阴药，开阳药给它，那一行阳，它水就动。好，所以桂枝下去只是感觉到好像是就推它一下，它就啊，那白术后面把它丝收敛起来，然后茯苓、泽泻、猪苓呢，把它从小便消导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利水的处方呢，好，五苓散非常的好用。好，所以临床上的时候，我们用在像我们治疗尿毒，好，当然五苓散在里面，只是一个处方里面有五苓散而已，不是就是五味药来治疗尿毒啊。好，我们用在尿毒上，小便排不出来的，好，还有那个偏头痛，痛得很厉害的，好，任何你只要看到，不管他是这个偏，我们在临床上五苓散都治过头痛哦，他是头痛，可是你问他，您口渴不渴？很渴，那小便好不好？小便不好，小便不利啊，哎，他的头痛的小便不利，口渴小便不利是标准的五苓散症，所以他这个头痛是因为水表水没有退掉，水把那个血管包住。那才产生了头痛，五苓散一下去把这个水利出来，头痛就好掉了。好，那你如果说你不了解，不去想这个主要的症状啊，你就看到你知道，老师我只记得这个头昏眩的时候，晕眩的就五苓散，晕车晕船的时候五苓散，头痛你就不知道用五苓散。好，你只要记得五苓散主要症状就是渴、小便不利。好，好像我们前面刚刚讲过，好那个小孩子那个口水太多了，好，都可以用。好，还有呢，一种癫痫，有一种癫痫很特殊，癫痫哈，有一种癫痫呢，病人会告诉你，这种癫痫呢，病人一看到水就发癫痫，就是五苓散症。他不能见水，那你很坏的人就对吧？就可以害人了啊！没事要拉发癫痫，给他看一下水，他就发癫痫啊！不，那你诸位只要看到这个症状，见水啊，所以五苓散是温阳利水的药啊。所以你在临床上以后看到，只要有关系到水饮的啊，都可以考虑到五苓散。五苓散是非常好用的，包括我前面刚刚跟诸位报告过，过去古代的医案上面
在瘟疫的时候，五苓散症，五苓散都可以好治疗瘟疫，非常好。好，因为毒嘛，哈，毒从外面来，停在身上，好，用五苓散。好，好，这个呢，又回到石枣汤，咳加其脉弦，弦脉就是水，好，为手血也。好，临床上的时候，诸位以后有机会实物上看的时候，我常常摸到石枣汤的脉，有时候一摸，我马上让他们去摸。你们每个人摸一遍，好，以后你们人多啊，那病人就很累的，大家都摸他手，就十个人，好的，大家去摸一下，血的确是血脉，好，那我对血脉最了解，因为我常常玩琴嘛，哈，一摸摸着血脉，好，那你不晓得血脉是什么，没有玩过琴就不晓得血脉是什么，好，那有知饮家咳烦胸中痛者不足死，好，治一百日或一岁宜石枣汤，这种的知饮家，我前面。昨天跟诸位介绍过案例，那个小姐，你看她人瘦瘦小，很漂亮哦。天哪，气喘二十几年，还是石枣汤症，还没死，你看很好玩哦。哦，她只是说那个肢体的很严重，上身下身哈、哦，中间呢把人变成两个人。她说我上面是一个人，下面是一个人，中间这个哈、哦、有东西堵到那边，肢体嘛，悬饮的一种，脉是非常的悬，啊就开石枣汤，啊吃完就她说我人变成一个人了，中间衔接起来，所以你说石枣汤好不好用？好，那每次我用给病人吃的时候，一剂就吃的时候，病人说你的药真好啊，为什么吃下去就第一碗就很好了？我说这个1800年前就有了吧，好，不需要新药啊。这是我最喜欢用的口语。好，中医呢最难的是什么？就是很多症状很雷同。那因为我们是按照辨证来论治嘛，所以如果没有看到病人的时候会有误差，因为病人陈述的不见得是你想要的，有的时候病人讲的跟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我自己去摸脉把它查出来啊，好，常常会有这种现象，所以最好是临证面对面看啊，尽量不要遥控的看。好，待会我们继续下堂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我们下堂继续开始讲这一条。好，休息一下。这个久咳数岁，好几年了，咳了好几年了，脉络者可治，因为你是一个久病，久病的人不管不单单是咳了好几年，任何病，久病呢，脉络就是脉证是合道的嘛，因为你病了很久了，你人应该是虚弱的，那脉是弱的，就是脉证合，这种都是很可以治疗的。如果是十大数者，反过来。你病了那么久，结果脉突然变得很实、很大、很素，这种都是实症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阳浮上来了。好，阳呢要潜在阴里面，所以正常人呢，阳在这边，阴在周围，好，把它包住。但是呢，久病了以后，阳浮上来了，等于是，好，阴阳呢，好。是分隔好的一个状态之下，哎，分开来的话就是实症。好，那虚者呢，这种久咳的病人，咳了很久的虚者，就头昏得很严重。好，因为这个人呢本来就有肢饮在胸中故也，所以任何人只要久咳久病他没有好，头会有昏眩的话，都代表有肢饮。好，那肢饮我们就要看他的肢饮在哪个位置上，我们决定开什么处方。那老你说老师的这个饮病，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的饮病，老师一开你看好饮病，我们分了张仲景分了很多条辨把它归纳起来，包括肢饮啊、悬饮啊、好流饮啊什么样子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就是如果我们身上有鸡，这个鸡呢不是不单单是猪鸡大法里面的肿瘤肿块，当你有水累积在里面的时候，一点点还没有作乱的时候，你就把它治好，那以后当然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所以说，比如说你有时候吃啊，我吃的太阳温病，我吃了葛根汤，一吃了葛根汤以后，汗发一点点出来，就大便下痢了好几天。这个葛根汤本身并不是这个攻坚的药，就为什么下痢，就是你的饮排出来了。所以你如果吃了汤剂以后有不同的反应出来。就是你本来就有瘾在身体里面啊、哦，
这个滋引。所以说最健康的人呢，是吃东西是细嚼慢咽的，好、哦、喝水是慢慢喝的。像我们跑出去吃东西很快，速度很快，好、哦、然后以后大家去张来就知道了，好、哦、好、哦、所以我就很讨厌蜈蚣穿鞋，因为我速度太快了，大家就穿鞋我已经结束了，好、哦、这个那常常你吃东西吃太快或者是喝水喝太快，都容易有瘾在身上，好、哦、瘾在身上。那瘾在身上最主要都在胸肋这一带，好、哦、在胸肋这一带。好，那葛根汤下去或麻黄汤下去怎么样？你一发，因为一发表上面一，你好像那个我们那个针那个吸管，那你放到水里面吸，按到这边拉上来的时候，这个吸管水就在这个地方。当你毛孔一打开的时候，水就往外跑，所以瘾就会排出来。所以我们常常会喝，你说小柴胡汤啊，或者是葛根汤啊、麻黄汤，你常常会有排一些。咱们老师傅怎么下痢那么严重？就是瘾排出来，好、哦，瘾排出来。